我在的能力是愈愈加好，家政策也是越越好，全民的生活水平也是有所提升，餐桌上的文化也是越越富多。很多人因平日吃的不注意，患上了糖尿病，因糖尿病是自身缺陷免疫的原因，有一定根治的治法，所以只能靠平日的防。成日太油的稀和甜的稀都要有所抵抗，所以糖尿病患者也有了抗糖人群呼。如果平日晚上睡得后有四，代表着血糖控制得非常不，也代表你是抗糖人群中最秀人。一、夜中有麻木的。夜麻木有原因，第一原因是神系方面的，因神系在夜有白天活，所以有后长的久或者是迫使的麻木。第二原因是血液因素，如果晚上麻木，排除神迹迫的原因，可能是因血液太过于粘稠，含糖量太高。而堵塞血管，血管中的血液不能流至身最低的部，而引麻木的。糖尿病患者如果常生情，那就要查自己血糖的控制情了。二、夜中口前的。很多人都提倡睡前不喝水，因害怕第二天水，但是糖尿病患者注意，睡前少量的水，保持口腔中的。糖尿病患者的床典型特征就是多尿，因常常夜反起夜，所以自身中的水分大量流失，有些患者喜用口呼吸睡，就引起半夜口前的。如果有糖尿病患者也是要警惕自己血糖的含量了。三、夜中多汗的。糖尿病患者因平日糖的用量控制非常格，所以身中的含糖量有的厚实比少的，如果有每日血糖含量的，也有可能就造成低血糖。因冬天的湿比低，睡得后人了保持自己的度，自身一定的糖化度，但是如果糖尿病患者过于控制，糖的含量太少，生夜多汗的，所以糖尿病患者最好每日血糖含量，而更加精的控制自己的血糖。四、夜皮燥忍的。由于平日血糖控制不是很好，引起皮基底神末梢的增生和微小毛血管的病，同糖尿病引起肝火的过度旺盛而使得缺失。引皮燥，夜如果糖尿病患者多汗，汗水也刺激皮表面的感受器官而引起皮燥，如果因血糖过于高而引起皮表面微小生物的繁衍和增生，甚至引皮感染的。如果糖尿病患者在夜有上面四，就代表着你平常血糖的控制非常好，血糖控制不也不，希望糖尿病患者能在自己的控制下血糖定身健康。